这一台沙略都市3的这个启动器呢，开机的时候它会在下方。那如何把它搬起来的话时候啊，要记得开机前就要先把它搬起来。那要搬它起来的时候，要记得先拿出钥匙，插入钥匙以后向右转，把它机门打开。打开以后，看到机门的后方这边有一个解除钮，往上搬，不要放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放下来。好，这个就可以放下来。然后呢，你现在我们收到机台的时候，它是下方的，所以呢，一样这边不要放，把它大力的搬起来，大力的咔了一声，它就搬起来了。好，它就搬起来了。那你要收的话，一样这边按住，然后把它搬下来就可以，这样就是收机台，就可以收机台。这不需要每天都收哦，不需要，只要你有搬运的时候才要记得收。